书馆以营造热血的读书氛围为目标，是校园的核心学习场域，位于行政大楼四及五楼，连接两栋主要教学大楼。近年来逐步改造图书馆局部空间，让艺术美学融入阅读，尤其以宛如美术馆般的展览空间最令人眼前一亮。树人图书馆近年来逐步改造图书馆局部空间，包括设立国考书专区及阅览区、校景高坝阅读台、小组讨论室、个人艺画学习区等，并导入宛如成品般的新书展示墙，深受学生喜爱。以微观意象为创意发想，全新启用的展览空间将自然阳光及树人的绿意引入阅览室，并透过举办一系列艺文阅览活动，包括罗汉特展、有艺诗书展等，让艺术美学融入阅读。艺文区旁即是树人文物馆，馆内文物皆为本校创办人多年珍藏，展出包含三彩陶等珍贵文物，有武士、天王、镇墓兽、侍女、轮官、马、牛、骆驼等，造型优美，色调优雅，均为上上之选。学生可借此欣赏唐代文物之美。透过图书馆空间软硬体的更新，大幅提升树人学子阅读的氛围与风气。希望每位进入图书馆的学生都能快乐阅读，营造书香校园。